退役军人事务部自成立以来，围绕保障广大退役战友的合法权益做了很多工作。经向该部了解，为了贯彻落实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的要求，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，退役军人事务部日前已经形成了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征求意见稿，目前呢已经送到中央和国家机关、各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军队的有关单位进行征求意见。